大家好，我们是葡萄不愤怒。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我们新专辑《十甜品》里的《逆风的勇敢》这首歌。对，这首《逆风的勇敢》是我们这张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它的歌的内容也是如这个歌名一样，《逆风的勇敢》讲的也是我们在逆境中、困境中，有时困惑的时候，然后没有放弃自己心中的那个理想、最想去的地方、自己的梦想。然后同时也希望这首歌能给带给所有在和我们一样可能处在这种困境里或者说是迷茫的时期，带给他们和我们一样这样的勇气，就是不管再大的逆风，迎面的风有就是刮来的再大，但是依然不要轻易放弃自己追逐梦想那颗勇气。这不是我的错，原谅我的沉默。找一个理由，我